新竹新的人啊，爱做菜爱吃，而且怎么样 CP 值会高。老师是个胖子，对不对？胖子主要成因是什么呢？主要胖子主要成因就是因为爱吃。斗数里面哈，哪一颗星容易胖？我们一般来讲哈，就是极恶宫化道路的哈。那哪一个代表爱吃呢？有一颗小小的星耀，有一个小小的星耀叫做天厨星。这颗星呢，如果在命宫、子女宫，子女宫代表你的饮食习惯，命宫当然管了十二宫，命宫、子女宫，还有一个呢，官禄宫，官禄宫代表是你的日常的生活表现跟生活价值的追求，有了这颗星呢，天厨嘛，老天派来的厨子，有这颗星在这三个宫位上面，对宫有没有可能？对宫当然也有可能，有这颗星在这几个宫位上面的时候呢，通常这个人爱吃，那他爱吃吃成什么样子，那就要看他主星是什么样子。比如说他是天机巨门带到天主星的，他要吃的东西可能就会很有他自己的品味，然后喜欢独享。那如果是紫微贪狼，再像天初，那可能他爱吃的情况呢，就是这东西呢，要美味，要浮夸，然后要各式各样，要不同的变化。所以总之呢，这颗星啊是代表你自己的口味习惯，然后有所带到的人，他就变得比较爱吃这样子。老师的天厨星呢，就是放在我子女宫的位置，跟天府放在一起。我喜欢吃各种东西。那天府化煞为权嘛，它是务实的概念，很清楚要掌握到 CP 值要高，要物美价廉。就好像紫微的买房子要重视门面，重视地段；天府的买房子呢，要重视 CP 值高，要方正。所以我吃东西呢也是这个样子，要物美价廉，而且 CP 值要高。有在上课的同学知道说，我们有时候上课啊，会一边上课一边做菜。这支影片很特别啊，为了要介绍这颗星呢，特别呢要跟大家介绍说啊，天厨星在子女宫，子女宫也代表家的外面哦。我呢就常常会收到，不管是学生啊、客人啊，还有那个好朋友他们寄来各式各样的东西反正大家知道我爱吃，就不在乎。网友都很奇怪，同时关心我越来越胖，身体不好，但是又同时寄东西来给我，让我越吃越胖。你们到底什么心态？对，但我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啊，什么叫做物美价廉？怎么样叫做天府星的人会挑东西要物美价廉呢？我有个好朋友，他在澎湖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修啾雷这种东西。我这个澎湖的好朋友呢，他超强，他居然啊，那个揪他们家的人呢，帮大家把螺肉挑起来，然后稍微爆炒一下。装成这样子一罐，然后塞得满满的，我们看到塞得满满的，打开就直接可以吃，倒出来呢就直接可以当下酒菜。这罐才多少钱？这罐150块，是不是很划算？这个就是我讲的 CP 值高，东西新鲜好吃，而且他帮你挑好了，然后才卖150而已。我拿到之后啊，觉得很开心。我深深觉得这东西卖太便宜，然后呢拿起来这样吃也很可惜。所以呢，我除了自己平常当下酒菜之外呢，会把它做成拌面或者拌饭的螺肉的酱，非常非常好吃。也好用，我们今天利用一点点小小斗数频道的时间来介绍一下这东西怎么做，让大家知道说天厨星的人啊，爱做菜爱吃，而且怎么样 CP 值会高，因为我的跟天厨放在一起。这个螺肉啊，凉拌可以吃，那我们今天要把它做成一个寿司，这样做成酱汁。需要什么材料呢？洋葱、姜丝，买新鲜的生姜和姜丝。再来呢，需要一点点葱。最主要的呢是这个螺肉的这个罐头，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？虾油，你用鱼露也可以代替。还有一个是香菇素蚝油啊，那你如果喜欢用一般蚝油的，当然也可以。主要就是这些东西，非常非常简单。如果喜欢吃辣的话，再加一些辣椒进去。好，首先我们让这个油锅啊稍微热一下，就把姜丝啊放下来。成功。有在做料理的都知道说，洋葱要炒什么颜色？炒一点金黄色，对不对？炒了差不多之后啊，把这个螺肉。漂亮的螺肉，你看这螺肉有没有一颗一颗非常的饱满。买的时候老板他已经有用韭菜稍微炒一下了，出来有鲜味。那我们现在呢把螺肉拌下去，好，把它拌炒一下，整个香喷喷的。等于我们今天呢要做一个可以拌面的酱汁，然后素蚝油，蚝油，蚝油下去之后呢，这火啊要稍微关小一点。然后下一个呢，这个在一般泰式或者是说越南的这种商品的店会买得到哦，特级的虾油或者是鱼露也可以。好，这个不用倒太多，这个大概半碗就好了。把它淋上去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酱的颜色非常的漂亮。然后用小火呢稍微收一下，
像老师我啊，那个上课非常累，然后烧脑烧很痛苦的时候呢，也就可以简单煮一个干面，然后把它淋上去，很舒服的满足一下我子女宫。哇，好香哦！差不多收干了哈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淋在那个面或者是饭上面，然后呢，撒上一些葱花，这样就完成了。赶快来一口，好哦。嗯，香，而且螺肉可以一颗一颗的，很清楚的啊，吃得到。半天到晚再来杯啤酒，有天厨心的人呢，我们追求美味啊，就是一种务实、直接、火辣、不 gay bye 的味道。谢谢大家。